小 S 实习第十七日，带着小女儿雪老三合体出席代言活动，也是雪老三第一次公开现身荧光幕前。你觉得自己比妈妈漂亮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觉得妈妈今天真的很像巨星。好讲哎，很好讲，什么不好讲的？还是你觉得自己比较像巨星，今天比较厉害？我本来就是。你心中你是第一名，那第二名是谁啊？第二名，妈妈。你怎么会讲这种假话啊？你是说 Lisa 比我美一亿倍吗？对啊，你是说颜值吗？颜值。还没有 Lisa 第一。你第二，那姨妈呢？姨妈第二。那我第几？数不出来。哇 ，S 姐怎么办？后后面的吗？妈妈帅吗？爸爸不帅。为什么？爸爸。对妈妈的各种吐槽可不止这些。经常在微博上会划到妈妈以前的影片，这样完全不会。对啊，我都不会看她的影片，直接划掉。我没兴趣。我线上划过啊，她就是很爱骂人。你说我在节目上吗？我那个是在跟他们开玩笑，不是真心的骂他们。那吃豆腐的影片啊，你有看过吗？导演，好险。你会愿意上妈妈的节目吗？什么？邀到我的我喜欢的明星？邀到谁？你会愿意跟他同台？你不可能要 Blackpink 啊，你去给他们搭。你一定要每一句话都攻击我吗？台湾的，你不是也有喜欢的？哦，像这群人呢？这群人，拜托，讲人讲人还唱妈妈的歌哎，对啊，他们都是我的粉丝哎。好哦，怎样？我喜欢唱歌，那你觉得妈妈唱歌比较好听还是 Blackpink？当然是 Blackpink 啊，他好像讲哦。展荣、展瑞，你要谁？他们两个长得很像哎，而且他大人呢，到时候不长大，他就已经可能已经那个去世了。不会啦，他们也没有那么大啦，真的可以不要播、啊。展荣、展瑞，你们会长命百岁的，因为我女儿还不会算那个，你们知道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祝你们健康平安，好不好？薛老三与出金元的实力已经超越妈妈太多啦。